大家好，今天是2月7号星期三，是先升后回少少，必然会的了，因为又到那个50天线了嘛，50天线又是说瓜得的线了嘛。好，那么无论怎样都好啦，今天升的是板块呢有大半啦，那么看看是头五名的，是黄金、医疗保健、保险、食物样嘢。咁呢度我哋睇睇黄金同埋贵金属咧，就是、因为点解咧？一路今年咧，2024年咧，佢应该都系会起，我估计下都起10、20啦，以至呢个系十名之内嘅，因为美金开始慢慢曳噶啦。咁啊，再跟住医疗保健咧。不嬲都應該係會好嘅，因為今時咧就食藥嘅錢多過係食米嘅錢。保險咧係因為而家阿爺係托市嘅時之中咧，自然就會使到佢哋嘅資產值，保險業嘅資產值有所回升。食品同飲料嘅咧就冇咩嘢嘅，呢啲都係內需股。農產品嘅產品、農業產品咧。咁我即管咁講啦，咁我作為咗個耕田佬，我對呢啲好支持嘅。會由2024年開始，一直到2030年，中國農業嘅發展都會十分之係勁、好、靚、正。不過香港人咧係耕田少，唔識得，冇得好講。而香港嘅農業股咧，亦都比較係少。真真正好勁抽嘅農業股咧，現在用緊細菌嘅肥，唔係用氮磷鈉，係用緊細菌肥。咁呢啲香港咧根本都冇得賣嘅，希望他日有啦嚇。國內咧就開始會有啲啲嘅啦。咁啊嚇，講講睇睇金，咁啊紫金啊。咩嘢啊？山東金啊，呢啲冚唪唥都有升。醫療保健，咁呢啲啊，哇！一升升40%，因為佢加加咗係-3%，咁啊，再跟住咧，呢啲都係有啦，升得比較勁啦。再跟住有友邦保險，保險呢啲啊咧，冚唪唥都係屬於係佢哋資產值咧有所回升。再跟住咧就有呢個嘅係食物同飲料，咁呢啲比較細埃嘅股價，咁因此升得多啲啲。咁再其次有農業產品，呢農業產品呢啲根本呢啲係咪都係屬於係唔係產出類嘅，係屬於銷售類嘅，即係人哋種咗俾你嗰啲咁嘅生果，你走去賣啫嘛。咁呢啲啊，攞去走去買麵粉啊、油糧啊嗰嘢，唔係你自己種嘢嘅啊。好啦，咁首先睇睇就即係其他嘅板塊方面，咁啊都係嗰幾隻啦嚇、科技股帶頭啦，所以升得多啲啲啦。咁啊，其他啲咧又即係各自都升下啦，回跌嘅咧啊，對唔住啊，呢啲會有啲跌下啦嚇。咁啊，呢個升嗰啲就友邦保險啊、盈富基金呢啲咁樣嘢。咁行其次啦，抽穿咗玻璃膠通道中軸之後咧，咁啊到呢個未掂到嗰個嘢咧就落翻嚟。咁我都係好似翻以前咁講啦，啊，企翻起162咧，係或者以至去到係165咧，係好重要嘅。咁啊，今日最高位嘅時咧係164度啦，咁呢個165度嘅範疇啦，啊，咁你話啦，係咪升穿165係好好咧？咁啊，今日最低嘅時鐘就係161啦，161你當佢呢度係162啦，嗱，所以咧，只要守住起呢個162度範疇咧，基本 OK 噶啦，咁可以再望上少少，咁啊。有冇機會上咧？我個人估計係有嘅，啊有嘅。呢個已經講咗好耐噶啦。當去到呢啲地方嘅時候，已經講話啊會有機會。
咁啊，点知佢突一声跌咗落嚟，咁即系当佢一去翻支洋烛咧，又讲诶，睇佢会唔会升穿啦？咁点知原来阿爷出嚟，咁啊搞掂啦啊！好啦，咁啊，再其次之后咧，就睇睇今日考虑嘅咧，可以揾只创科实验。